总监。万波百货的刘执行长说，我们西运动上市第一个月买气爆棚，创销售纪录，所以特地派人送蛋糕过来给我们庆祝。他大概怎么样也没想到我们这场翻身仗可以打这么漂亮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礼拜天朱我跟乔凡去专柜站台的时候，排队要买的人绕好几大的 U 型，哎，很多器械当场都卖到缺货了。好，我讲，不是这样很好啊。来，我们一起庆祝新运动大卖，来，拉炮拉起来，哎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一二三，耶！切蛋糕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就请陈总监帮我们切蛋糕啊。好。哎，对，说到蛋糕，那是不是要订乔班咖啡来配？来，我来订，我来订，我来订啊！来，我要点这个拿铁，冰的吗？冰的吗？哎，我要冰的，冰的，我热美式，你要帮我点一个热美式。老天，那你要不要来一杯啊？我想。乔凡咖啡不是暂停营业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昨天就开店啦，你不知道哦。老天，那要不要照旧啊？最爱特调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咖啡喝太多，你们喝就好。阿猛，咖啡算我的，我拿蛋糕去给你们张总监。那好，好，谢谢张总监。我们今天不要客气，点贵一点的好不好？万波百货刘执行长送来的庆功蛋糕。我想刘一阳现在应该笑得合不拢嘴吧？恭喜你啊！你要出国啊？哦，我要搬回家住了。那你跟徐慧明？我们没事吧？是爸要求我回去的。我也不想再为了这件事跟他闹得不愉快啊。也好啦，阿姐跟阿嬷想法可能比较传统，他们可能是觉得你是张家的长子又长孙，老是住在女方家不太好吧。对了，阿嬷要聚餐的事你知道吗？早就知道了，早日说阿嬷超开心的，已经开始规划菜单了。嗯，那你跟乔凡分手的事有跟他说了吗？你该不会又要乔凡假装是你男朋友吧？怎么可能啊！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，还来第二次啊？而且只是分手而已，干嘛特别跟阿妈讲？反正到时候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了嘛。我是觉得，喂，爸。哦，资料我会准备好，今天晚上带过去。好好，拜拜。怎么啦？那迪总公司的采购代表 James 快要来了，我跟爸还有台湾圈的经理要约吃饭，安排一下接待的事。这次如果能顺利续约的话，明年我们的代工就要大爆发了。再加上我们的新运动销售很好，所以我想未来三年美孚力想要动摇我们的领先地位是不可能的。那你一定要谈成功哦！光想到可以打败狂妄自大高采薇，想着就很过瘾哎。